我学，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呀，朋友遍天下。大家跟我学，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呀，朋友遍天下。昨晚的京剧太棒了，昨晚的电影太精彩了。亲爱的麦苗，在你们古老的京剧里竟然也有一个苏珊啊？不可能，别开玩笑了。真的，你听这一句，苏珊离了洪洞县。那个不是苏珊，是苏三。苏三，苏珊，听起来差不多嘛。差远了，那人家苏三是苏三起解里边的苏三，苏珊呢是从美国来的苏珊。那苏珊要唱呢就唱苏珊离了美利坚，人家苏三唱的是苏三离了洪洞县。不，我不能改变，要原汁原味把这句唱好。你就又要写新剧本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一看这个我就知道。我就指他找感觉呢。干什么呢？哎，苏珊，舅舅带回来一套衣服，你肯定没穿过。是于寒元的太公府吗？啊，来来来，看看看看看看。哇，太漂亮！我也想要，多少钱一件？多少钱都不卖，这是我从剧团里借出来的。我也想借，借一件多少钱？请进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刚才你唱的是什么？京剧《贵妃醉酒》唱段。他唱的是什么？唱的啊是，海岛冰轮初转腾，捡玉兔又早东升。我没听懂，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呀，月亮很美很美，啊，带有古典诗意。哇，贵妃喝醉了，还这么有诗意。这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经典之作呀。他不但唱腔美啊，而且是做工也是一绝啊。你看这里边像有水袖啊，扇子工啊，还有醉步啊。哟。你看这么热闹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来，我来，来，请。谢谢，谢谢。舅舅，我也想学京剧，你做我的师傅吧。要不要给师傅送礼物？不用。茅台酒贵吗？多少钱一瓶？怎么也得好几百。好几百。舅舅，还是算了吧。我给你送一瓶小二，怎么样？小二，连二锅头简称小二，他都知道。关键不是送什么礼物，而是苏珊对中国京剧的这么热爱，让我很感动，非常感动，太感动了。谢谢谢谢，我一定要拜你为师，学唱京剧。它就是一件戏服。哇，太漂亮，我也想要，多少钱一件？多少钱都不卖，这是我从剧团里借出来的。我也想借。多少钱一件？多少钱一件？ How much a piece? 如果你想用汉语问价钱，最简单的问法是问多少钱。那么怎么说出价钱呢？中国的钱叫人民币，人民币有三个单位，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名称是：一元等于十角等于一百分，
在口语中，圆和角一般分别说成块和毛。西瓜多少钱一斤呢？1.2块。阿姨，您尝尝，这西瓜特别甜。挺甜的，给我挑一个吧。好的。请问这种玩具叫什么？这叫空竹。这个怎么玩啊？真好玩，我要买一个，请问多少钱一个？这种卖38，不过我看你特别喜欢，你给35就可以了。太好了，谢谢。除了小伟外出，人都到齐了。我说个事儿，在苏珊的一再的恳切的要求之下，我决定教苏珊唱京剧。人家一个外国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而且对我们的艺术是这么的热爱，你们知道苏三说什么吗？我爱京剧。对喽，而且人家是发自内心的讲出我爱京剧。我是没说过，哎，可是我可是什么？可是你和小伟长这么大了，跟我说过要求过跟我学京剧吗？你们知道京剧到现在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们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你们放着这么好的艺术，放着我这么好的资源不用，没有一个人接我的班，我非常失落，很失落，太失落了。所以我今天开个家庭会，就是要郑重地要求你们一定要支持苏珊学京剧。报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支持哈，积极支持。您说的太对了，一个外国朋友啊，能够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那是一件大好事儿。你可要好好教，别让苏三跑调。这京剧里的花脸，一生气都这样。我也想学，乐乐以后不听我的话。我拿这个吓唬他。哇呀！啊，得了，你还是先学个简单的吧。啊，就一个字。嗯。都。什么？啊，这个都啊，在京剧舞台上表现的呢是一种威慑力。嗯。啊，都，你来一下。哎，奇怪的声音。哎，这声音不奇怪。哎，舅舅，哎，你还是叫我唱《贵妃醉酒》吧。那就教你第一句。啊，那第二句呢？教完这句再说吧。啊，这句是慢板，得唱半天呢。哦。啊，海岛冰轮初转腾。再揉来一圈。对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这苏珊唱的是你教的啊？你还不让苏珊自己瞎唱呢？哎，舅妈，我学了一段《贵妃醉酒》，我来唱。好，哎，好，接着唱。多。好，那个咱们全家为苏珊这种学习精神鼓掌。师傅，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啊。哦，小二。茅台酒。啊，你这孩子还真买了。
多少钱？368元。太破费了。师傅对我的教导，这不算什么呢。好徒弟真会说话。老伴儿，炒俩好菜，我们上完课一起喝几杯。嗯，好。好。哎，你们练，我炒菜去啊。不是，那个，那我跟我妈一块炒菜，你们练着啊。我看书去了啊。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啊。哦，小二。茅台酒啊。你这孩子还真买了。多少钱？368元。太破费了。这瓶酒多少钱？这瓶酒多少钱？ How much is this bottle of wine? 368元。368元。368元。在汉语中，像屏幕上出现的这些数字应该怎么读出来呢？现在我们通过几组数字来介绍一下一些数字的读法。请看，这是第一组，上面的数字对应下面的汉语读法，如100、1000、10000。再来看第二和第三组，请注意，第二和第三组中，数字后面没有量词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单位十、百、千可以省略。比如110，我们可以直接读作110；1100，读作1100；11000，读作11000。大伟，你看，这辆车不错吧？是不错，但是价格也一定不错。先生，这车多少钱？89.78万。太贵了。舅妈，您觉得这个包好看吗？挺好看的，多少钱呢？不知道，我看看。5180。走吧，别试了。中国的酒真厉害，喝两杯就醉了。贵妃醉酒嘛，醉了才有感觉。爱情平生，是你呀、啊。你吓死我了！干嘛呀你？我在找贵妃醉酒的感觉。哎，你听听我唱的怎么样？有没有进步？哎，别唱，别唱，别唱！我怕你再跑调。怎么会呢？他们都爱听，他们还鼓掌。啊？你说他们都爱听你唱？不可能，我太了解他们了。你等着。爸妈，麦苗乐乐，来来来来，宝妈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事儿了啊？怎么了？这是不是要给我买礼物啊？是不是还有我的？哎，不是，是苏珊。哎，苏珊答应给我唱戏，还说你们大家都爱听。没错，我们还鼓掌呢。苏珊唱。你看看他不想听。哎呀，你甭管，你唱你的，唱就是。好吧。人家现在经常练习，水平当然提高了。名师出高徒嘛。我给你送一瓶小二，怎么样？小二，连二锅头简称小二，他都知道。大家跟我学，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。对不起，什么选择？还是有问题，请我这里。